钢筋钢板还没拆掉、啊、因为医生说要拆掉的话中间会有洞。你可以看一下他，他现在就是这样，差不多是长这样。后遗症多少还是会有一点，因为可能真的要完全复原不太容易。会有不舒服都是正常的、嗯、对，那没关系，就是目前钢钉钢板持续的保护中，所以还是尽量的在工作。那你钢钉钢板还没拆掉啊？因为医生说要拆掉的话中间会有洞，那除非我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完全休息，不然如果再不小心有可能会断掉。那因为舞台剧要演的，所以就没办法。 对啊、先放着，这个材质是可以放一下的，应该不至于 一辈子拆不掉之类的吧。可能退休的时候可以考虑拆一下。要这么久吗？这也太可怕。我想放个10年是没问题的。你没有很狂，不想休息哦。还是没有很想拆啊。我是因为怕影响到工作。现在工作差不多都恢复正常了吗？可以，都有在继续的出外景，快要1年了。不会有阴影吗？还是？不会耶，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意外啦。对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是可以跑跑跳跳。出外景还是 OK 就对了。OK， 可能要买个保险的。对啊，保险很重要耶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买，这个觉得哎，随便啦，遇到就算了这样子哦，就是比较豁达一点。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买。还没。你可以看一下他，他现在就是这样，差不多是长这样。可是还是有痕迹啦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就是我，因为我不太想遮他，物质或者是外景，我觉得没有影响。他就是我的跟着我一起的一个影烙印。对啊，我觉得没有关系。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纪念，就对，算是纪念自己曾经很拼这样。还是持续中。我最近蛮常出外景，我才刚连续出了2个回来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去哪里？是往返大道去哪里录？好像听说要出国的样子。制作单位就是又来，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再回去。我一直都有表示我很愿意。所以他们听到你的心声。没事啊，真的小声而已。落马都可以再继续拍戏了，这个骨折也是 OK 的，我已经好了。